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今天出发，我要开始环岛耶 ，Giant。あそこに書いてあるファンダを1から13ってやつで、今からバーリーに行きます。Well to バーリー、那边。在哪里？巴黎，巴黎，巴黎，我带你，我带回巴黎。这条路往这方向，骑就到了。可以吗？顺着骑就到了。今天的，第一个台湾人。我今天开始。今天第一天。对。开始了。今天第一天了。一个小时。好，我刚才准备。从台北101到这里。加油！从哪里来？香港队队。啊，日本人。日本的。从日本。我们日本队的球衣。谢谢。我们要拜拜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？嗯。要口罩。啊，11点。11点。我日本。哦，谢谢。我有我的金色名片。好嘞。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台湾的タスキ，タスキ，哈哈哈。啊，安西学院，不是这个，等一下，啊 ，U T， 啊 ，FB 吗 ？FB， 刺激的话，等一下，龙，英文可以吗？哦，英文。然后 YouTube， 因为我快到一万个订阅者，哦，现在是9900个。哎，热情，帮忙订阅一下那个 YouTube， 他这是 YouTube， 对对对，真的是啊，对对对，快到一万，哦，订阅一万，呀妈，加油，我再跟你要。OK， 然后我好，等一下开始啊，然后很多日本美女，哇，外滩美女，谢谢，那我要出发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学的还是学生，交换学生哦，没有接驳车吗 ？Well。谢谢。热。不会啊，台风哪一到台中跟台风没关系啊。只有台北吗？啊？只有台北。台北吗？台风到中央山脉，但跟台中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台中跟台风没关系。啊，好好好。是台风走了，后面哪一天啊？比较下雨也台中。台风来对台中没太影响，顶多下雨啊。对，而且会是台风走的那一天。啊，好啊好。对啊。那我赶快去。就那个中央山脉嘛。嗯。就是类似像你的单车这样子，然后像单车这样一个台湾嘛，啊，台中在这边。嗯。啊，风从这边吹，台中没有关系啊。好。吹不过来。谢谢。啊。不是你就一个人走吗？对，有一点危险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你都很好了呀。没事，我有名片。谢谢，拜拜。福冈。福冈啊，我是福冈人。哦，我要去看那个棒球场。啊，真的哦。SoftBank Hawks 对啊
然后我有 YouTube 的频道、YouTuber， 我是 YouTuber， 所以请你看我的环岛的记录。嗯，谢谢，拜拜。那我要吃这片，拜拜。エリアスとこれを買ったらなんかくじ引いて少し割引、少しじゃない結構70円ぐらい割引してもらいました。よし、結構これ貼ってたらやっぱ反応されますね。いい感じ。オーケーマートグッジョブです。現在是房价没有做的事，没有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这个条件。那你在那边拍照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是 YouTuber， 那个拍影片的人，那个人。可以自己拍影片。对对对。记录这样子。记录这样子，环岛的记录。然后今天是第一天。第一天。对。欢迎来台湾。谢谢。可愛い。可以拍影片吗？你说在日本哪里？日本的福冈九州。福冈九州。九州，所以。非常喜欢日本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还没去过。很干净，很漂亮。对，台北是好吃，好吃哦。台湾好吃的东西很多。对，很好吃的。但是对。我也想来台湾。啊，因为我是现在在那个政大念书。哦，政大。对。哦，政治大学。政治大学的外籍生。然后放假太无聊，所以我开始烦恼。哇，你很棒！今年是大学毕业吗？啊，还没有，我是大三。大三。对，所以还有两年。我今年高三要升大学。啊，真的？很年轻。哦，你中文学得很标准呢。啊，谢谢。狗很漂亮呢。哇。桃园，呜呼！坐 MRT 的话，一个小时。啊！好像坐，是要坐那个吧，就是 V6 才。对对对。他不是要坐很久吗？OK， 谢谢。不会。下次见。下次见。我去你的那个。你说不定我也可能会过去看看你、啊。对对对啊，你来台北的时候、啊、告诉我。反正我有你的 Instagram。嗯。然后跟我那个一起吃饭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看到你的 IG 很多美食。对啊。我们可以一起去。啊，因为我是美食 YouTuber。谢谢。好。下次见。好。拜拜。记得好漂亮的。哇。Yeah。今62キロ、量数、公斤。